君临嘉义甲台南等四县市，一天所需要的是1100的花。目前乌型甲A型的花是真欠缺。君临国际结晶花伫知影了后，就甲君临管花站来合作，伫花卉图书馆举办管花活动，又搁发起了募资，准备电视、冰箱、卡达车等丰富的大奖，要来送给管花民众。担任花博店长林文斌也来响应，准备了店长奖做花参加舞彩，或者管花活动时闹热滚滚。君临国际结晶花一直登记到的社会关怀活动，现在也结合君临关怀站在后卫图书馆新大举办关怀活动。后卫店长林文斌也来收听，并且准备一份丰富大奖来参加募彩。捐血其实就是最基本的需求了，这个社会上哈同需要啊，过来捐希望嘛是咱所有捐血来对同基本的帮助嘛哈。啊，这两项诶，咱的捐人会呢在湖尾都看到大家落实的脚步了哈。这届关怀活动，今年国际结晶花除了会员热情收听，连会员夫人拢热情到底，是顺利布置真济丰富礼品。大家真期待店长奖也被江西后辈人的掌声是抽到。陈总讲的，对，幸福互惠啊，对，我们镇长也是很用心啊，对，一中就中镇长奖。刚才有跟镇长握过手吧？有。今天的捐血活动，反应非常的热烈。我们总共准备了450份的礼品，有冰箱、电视、脚踏车，还有很多的民生用品哦。希望大家能够捐血一代，救人很多命。因爱教育啊，哈，我们都不遗余力，以及社会的一个公益啊，我们在国际捐人会哈都非常的踊跃来参加这次的一个盛举哈，嘛希望咱各界有志青年来加入我的捐人会。文林馆会长表示，文林嘉义台南等四县市一天需要1100袋花，不仅 O 型和 A 型是真欠缺。云顶捐血站在斗六的成大医院对面，然后虎尾捐血室哈在光复路446号2楼哈 Boys 光的楼上哈都每天为大家服务。那如果还再来的捐血活动的话，就要等到礼拜六，斗六的圆环，还有伦贝狮子会在伦贝的旧车站前哈。那也邀请大家一起跟我们共襄盛举。因为暑假期间各校拢放假，婚姻关会站都表示，刚才是婚姻一个月不掉的会都减了1000袋，加上最近天气不稳定，爱民众出来关会困难度也提悬。在这段非常时间，也希望民众会当多多来响应关会。记者李克山差不多。